在一片清静宁静，呈现在人类每一个人的心中都是如此的宁静。也唯有停看停，停在我们的扣带会，展现大脑皮质新的干细胞的呈现，无量光无量寿。看在我们的脑下垂体所有的激素，借所有的世间的人事物来找回清净的无量光无量寿。听在我们的内业，从我们大脑人类的第22区真正的透过智力他力阿弥陀佛无量光无量寿，这一条成佛之道，这一个大道是人类人人本具足的，只要我们愿意透过自身找回自己，找回本来的面目，我们透过无量光无量寿阿弥无量寿经48大愿，了解到阿弥陀佛是由我们2566年趋坦乔达摩，我们的世尊，我们的导师，我们的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，更是我们在台湾之光永明博士，我们的清教师，我们的心灵导师，特别推荐在这个时代让我们能够意识意念观念思维透过人类的肉体，也只有人类的肉体能够达到法身，所以我们透过一句南无阿弥陀佛念念相续不间断，纪念相续达到即心即佛，即佛即心即理，心佛众生是合一的，也只有一句南无阿弥陀佛能够找回自身。从阿弥陀佛当中让我们了解到整个宇宙是清净平等的，整个大海是清净平等的，整个大地是清净平等的，以一份至诚感恩的心了解到我们的老师是一个清净的，从2566年当中透过时空的统一，直到这个时代完全要透过诚心正念，从我们的一方明，从整个人体的肉体哪一个地方疼痛，哪一个地方有所有的症状，其实只要能够完全明理，所以我们如何透过音明跟语明，所有的一切都是从我们每个当下工巧明放掉，放掉自我，放掉自我就是放掉自私，以最大公约最大的平等，大爱无国界，无眼大慈，同体大悲，找回自身就能够来去自如了。也祈愿您能够生生世世的清净自在，拥有涵养于宇宙大自然，来去自如。感恩感恩我们的灵性的阿弥陀佛，感恩灵性的父母，生生不息的来经验体验期待一切平安。